11月19日，中央党校前退休教授蔡霞在法国广播电视台中文网发表文章，总结六中全会一专为习量身定制的决议。蔡教授在这篇文章里讲了些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第一，冰火两重天。蔡教授说，中共召开的六中全会以及决议是目前中国政治领域最热点的事件。然而，这一重大的热点事件的关注，却出现了两个冰火两重天。一是大陆与海外冰火两重天，海外媒体的火热议论与大陆公众的极度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海外无论是各著名大媒体，还是华人自媒体，都高度关注六中全会，并做了种种的预判、推测、分析与评论。然而，搜索大陆许多社交媒体与微信群里，会前会后竟然没有民间的议论，人们似乎毫不关心中共高层这一神秘的大事儿。二是大陆官媒与民间冰火两重天，中共两个中央级的媒体，《人民日报》和新华社，在会议召开之前就高调造势，连篇累牍的吹捧和阿谀习，大力为六中全会热场子，但民间却冷若冰霜，毫无反应，死一般的寂静。这两个冰火两重天说明了什么呢？首先，哀莫大于心死，党内与民间对习不抱任何指望；其次，极度的蔑视，人们冷眼看这场丑剧，闹腾自嗨，嗤之以鼻，不屑一词，这令官媒极为尴尬。再次，中共大兴文字狱，使很多人出于恐惧，宁可一言不发，也绝不拍马奉迎，自贬人格。相比之下，2018年习强行修宪时，党内与民间还有人公开批评、公开抗议，而现在竟然无人理睬，这说明决议还没出台，已经失了民心党心，无人喝彩，竟连喝倒彩都懒得喝了。中共六中全会公报出台后，暗流涌动的地火终于爆发了。此前，新华社一篇拍马屁与高级黑兼有的长文，在六中开会当天说，中共百年革命建设改革的豹尾已经收官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龙头正在开启。这当即引起了公众的警觉，习近平要终结改革吗？大陆网上议论之声渐起，官方心虚了，竟然在微信上悄悄封闭了新华社的这篇长文。六中全会公报出来后，习近平版的所谓十个坚持的基本精略特点鲜明，不提坚持改革开放，大陆的舆论炸了锅，网络上流传出振聋发聩的檄文。文章指出，不提坚持改革开放，等于否定了第二个决议，改变国家发展方向。民间评论说，他们的合法性在于制造一个思维陷阱，枪在手，跟我走，饭都有。几乎同时，另一个十个坚持也流传于网上。这是党内极度不满的反应，党内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，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是：坚持改革开放，坚持解放思想，坚持实事求是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坚持依法治国，坚持和平发展，坚持中美友好，坚持集体领导，坚持任期制，不搞终身制，坚持不搞个人崇拜。党内有人发声说，这十个坚持才是正道，人们心中有杆秤。第二、第三份历史决议三个特点。蔡教授指出，将党史真政治正确并转化为绝对话语权，以文掌最高权力，这是中共党内政争
与权争紧紧交缠在一起的根本原因。政争为表象，掩盖权争实质。政争的结果就是做历史决议，决议等于一锤定音，宣示最高权力花落谁家。历史决议一经出台，党内即无人敢挑战，能挑战其地位。矛盾都是如此。毛通过延安整风，批陈独秀、王明、李立三等错误路线，制定了第一个历史决议，使自己成为了红太阳。时隔35年后，第二个历史决议发布，邓在全党的无冕之王地位就此不可撼动。回首看第一、第二个历史决议，都有对中共历史上重大问题的批评与纠错。令人迷惑的是，习制定的第三个历史问题的决议，通篇都为正面肯定，而无任何批错纠错。那第三个历史决议针对什么问题呢？有党内人指出，对所谓中共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做决议，显得既荒诞又诡异，与理不通。做这个决议说明习心虚不自信。他们的意思是，成就如果不举手通过的话，那就不算成就，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根本就没有把握。事实上，官媒高调造势的习上台9年成就，在党内很多人的眼里是重大失误乃至灾难。习近平用做决议的方式来自吹自擂，堵住全党的嘴，不许妄议他的政绩，这真是一大开拓创新。2021年11月17日，新华社长篇文章写道，制定历史决议，其目的就在于凝聚全党思想和共识，统一全党的意志和行动，旗帜鲜明讲政治，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。这就透露出做决议的真正目的，也就是确保习近平权力的地位，为习近平连任制造政治垫脚石。通关第三个历史决议文本，我们能看到三个鲜明的特点。特点一，这是大陆初中水平的政治课读本或大众化的宣教材料。海内外有些评论说，第二个历史决议某些地方表述啊比较晦涩，不容易懂。第三个决议一看就懂，这是大实话。这份决议所有的文字表述都在习能够理解接受的范围之内，确保了文字使用的正确安全。这是制定历史决议，从头到尾都由习亲自领导、亲自主持，从框架到成文，都由习近平亲自审阅、亲自定稿。这确实保证了用字安全，但公布后，党内外鄙夷贬伐议论不断。其主要的原因是，空洞华丽的高大上辞藻处处可见，然而辞藻堆砌不出任何思想价值、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。特点二，决议大话、套话、空话的背后是歪曲历史、隐瞒真相、继续欠账。对于一个有百年历史老党来说，做一个百年的回顾，清理自己的历史本无可厚非，问题在于怎么做决议。这个决议完全避开了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的痛点与疮疤，比如至今依然维持关于朝鲜战争的谎言，闭口不提3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，竭力淡化从土改一化三改、知识分子思想改造、反右运动，直至文革10年对大陆各类精英人士和普通民众的残酷迫害。同样，决议回避1978年以后历次事件对大陆民众犯下的罪错，比如一直延续至今的以反自由化为名压制人们的自由思想、自由言说的权利，并40年一贯之残酷迫害追求自由民主的异议人士，将六四事件称之为严重的政治风波，
避而不谈，对市民和大学生开枪镇压，32年来不择手段的企图抹去、扭曲与消除对六四事件的集体记忆，禁止纪念六四死难者。从习近平与中共党的角度说，是前两个决议的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依然适用。从中国人民的角度来说，是习近平抱住中共党的负资产历史欠账不放，将来一旦中共垮台，习及其爬上党魁地位的同伙将逃脱不了偿还历史欠账、承担历史罪责的命运。特点三，历史决议用一半以上的篇幅编织习太阳的神话，编织神话是为了摆上神坛，巩固权力的宝座。问题在于，即便习近平自吹自擂、自我丰盛，并且毫无羞耻感，也无法把谎言签字变成历史丰碑。9年前习近平上台时，胡温留给他很殷实的经济财政底子，外汇储备达到将近4万亿，三驾马车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。尽管长期存在着经济与社会结构性的矛盾，但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，包括遏制党内的腐败，基本条件已经具备，关键是能否坚持邓小平确立的中共党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，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。然而实际情况是，习近平打着全面改革的旗号全面倒退，短短9年，尤其是武汉病毒疫情以来，中国经济社会数据断崖式下坠，民生极为艰难。例如外汇储备基金枯竭，大陆9亿多人月收入不足350美元，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沦为笑话，精准监控、残暴镇压的警察国家越来越常态化，残害宗教信徒，强制实行宗教党化、政治化，对新疆、西藏、内蒙等民族地区实行变相种族灭绝，繁荣自由法治的香港沦为死港，表明一国两制完全破产。军事恐吓、战狼外交使中国处于空前的国际孤立。六中全会制定决议消息出来后，大陆网友隶属习近平9年来搞砸内政外交恩见大事的帖子在网上悄悄地流传，大陆民众中不少有幽默感，网民说真是干嘛嘛搞砸，干什么搞砸什么，这得要多大的本事才能做到啊。越来越多人以此称习近平为总加速师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当人不自知而自视甚高，并且身边阿谀奉承的宵小成堆时，狂妄野心便极度的膨胀，甚至以无知无耻而无畏。大陆有学者说，从历史决议的文本看，习近平真是签字的崇拜政治，他以为历史是签字铸成的，上了签字大家举手就算板上钉钉了。无论党内外，都有很多人对这个决议极度的反感和厌恶，以至于即使是研究中共党史党建的学者说，硬着头皮读完决议全文，都有同行惊讶，真佩服你啊，居然没有恶心吐出来。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决议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和一场闹剧，它注定了这堆蚊子既臭名昭著又必然短命。以上是蔡霞教授文章的主要内容。习近平出笼第三份历史决议的目的，路人皆知，就是为他明年20大连任歌功颂德。毛泽东、邓小平的第一、第二份决议，尽管也是要奠定自己党内的领导地位，但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。特别是邓小平第二份决议，否定了文化大革命，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奠定了基础。习近平也是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，那就是中国
极权主义新时代，让已经休养生息40年的中国再次面对惊涛骇浪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此，感谢您的收看。